Unit 1. Let's get to know each other. Listen and learn. 1. 你好，我姓谢，我叫谢大中，我是老师。再见。 2. 你好，他姓王，他叫王小华，他是学生。再见。 3. 你姓什么？ 我姓谢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谢大中，我是老师。谢谢。4. 他姓什么？他姓王。 他叫什么？他叫王小华。他是学生。谢谢。再见。That's the end of Unit 1.